你要保证我的手在那个里边哦。肩膀上不涂点胶水，肩膀上不涂胶水。啊，涂了胶水以后再洗吗？不是这个啊 ，DC 啊，这不是 DC 啊，这是 DM 零零，这不是 DM 的 ，DM 的没有那么平。这 DC 吗？应该是 DC 的，但 DC 多少我也看不出，应该是 DC 的。DC 多少？为什么又多了60块钱？多了好几对，然后他已经到下一个订单里了，但是咱下一个订单里没有那个BN23那个睫毛了，然后就这个你跟他说，我们完全按照合同走，就是说你给我少了不行，如果你多发了那是你们自己的事儿，你跟他说合同是用来干什么的呀，你既然订了合同了，我就按照我合同上的走，你到最后你找人家你给人家汇款汇的金额都不对。对吧？就是咱们的尾款的话，这样咱那，比如说有袋子的钱，我们单独汇，这笔钱是多少，我们就这笔钱汇给你。袋子他们说免了。哎呀。